大家好，我是森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个频道主要向大家介绍爱多美商城的日用品，让大家更了解这个品牌，既能省钱又能用到高 CP 值的好商品。如果有兴趣收看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哦。这次的主题是上班族的必备好物——爱多美精油贴布。我想有很多上班族都曾经有酸痛的经验吧？以下造成酸痛的原因，你中了几个呢？我自己本身中了两个。而我因为怕有伤肾的关系，我自己本身是不用带有药性的贴布，像是补什么藤之类的。当然啦，我对于舒缓酸痛也是有几点要求，不是所有非药性的贴布我都可以接受。第一个就是味道要好闻，第二个舒缓的效果要好，第三个要好撕，第四个价格要便宜，第五个成分要简单而且天然。那我在多方寻觅之下呢，我觉得精油贴布是最适合我的一种贴布，因为它天然，主要成分通常就是一条根棕榈树精油或者是尤加利精油，额外可能会添加一些姜黄或者是薰衣草精油等等。那我今天想介绍爱多美精油贴布给大家认识，我也准备了另外三种贴布的资料来帮助各位做个 CP 值的比较。好，那大家就看一下我帮大家整理的资料咯。我们先来看看品牌 A 的贴布，成分是一条根萃取物、姜精油、薄荷脑跟棕榈油。它目前是有在做活动，所以是179块12片，平均一片是 14.9 块。我们来看看品牌 B， 它是成分矿石粉、一条根、薄荷精油、棕榈树精油，价格是895片，平均一片是 17.8 块，稍微贵了一点。那品牌 C 呢？主成分是矿石粉、一条根、薄荷精油、桂花香精、尤加利精油，价格是180元6片，一片是30元。最后我们来看爱多美的精油贴布，成分其实跟前面几家的贴布大同小异，但是价格呢，我们是780有55片，平均一片才 14.1 块，是不是非常便宜呢？我知道你可能会说，刚刚品牌 A 也是14块多啊。不过大家别忘了，品牌 A 是有在做活动，买一送一才有这个价格哦。所以如果你是消费者，在成分差不多的情况下，你会买哪个品牌的贴布呢？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实体，把它打开的话，就会看到上面有一点一点绿色的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磁石粉，跟健康手环上的一样，拥有远红外线的作用，可以渗透到皮下6公分处。帮助血液循环，并且有放松舒缓的效果。而爱多美的精油贴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，那就是它有拿到清真认证。那什么是清真认证呢？主要这个认证起源于伊斯兰教法，针对穆斯林日常生活或者是触碰身体的产品，必须符合伊斯兰的教义，就可以拿到这个认证。也就是说，全球有16亿的穆斯林，如果身边有认识穆斯林的朋友，他们也能非常放心的使用爱多美的精油贴布哦。主要爱多美精油贴布它没有药性，也不伤身，价格又非常的便宜，并且只有在爱多美商城才买得到。如果常常肩颈酸痛的朋友，非常推荐你试试看哦。听完我的介绍了，你觉得哪一种贴布 CP 值最高呢？欢迎留言与我分享哦。如果你也正在找一款适合你的商品，也觉得我的介绍还不错的话，欢迎打开资讯栏填写表单，或是用 LINE 与我聊聊，我会协助你上网购买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，拜拜。